在曼谷爆红的蟹肉炒饭排队近两个小时，真的好多人。招牌蟹肉炒饭，这个是他们讲必点的炸春卷，已经做好了的皮皮虾，哇，好料！我没有工作了。OK 了，OK。刷面一下，热春卷里面有肉啊！我个人怀疑是蟹肉。啊，看到那种人进来不用坐席啊，我们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吧。刚才这样白白的，它是有一点那个醋的味道，传给你的。这个我们叫 L size 的，那整堆蟹肉啊！ Oh my god！ 天，随便一盘吃都不是蟹肉。这一盘是有掺了蟹脚，还有蟹钳肉。其实就是蟹肉炒饭。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炒饭。上面不很多蟹肉，这个太我们的在这一块很酷，那是我们在 Hill 还吃，得到单门性啊。什么呀？上面？上面。它搭配是不错的。我反而觉得这个有特别，这个要吃一下，这个就炒饭就比较不错。